据传，《倚天屠龙记》原作者金庸曾评价，在参演金庸剧女主角的演员中，周海媚是他最爱的一个。如果早知道是周海媚演，他会让张无忌和周芷若有个好结局。或许是原作者的肯定，给了周海媚表演上的底气。从艺多年，他一直保持着作为演员的初心。